以前的神仙打架 VS 现在的神仙打架，这是以前的。哼，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。你这个孽畜，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？怕你，怕你就不是好汉。现在的神仙打架，我乃二郎神杨戬。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？俺老孙来也！大圣救我！是高贵的神。